重点班之前，我总觉得要操练定时祷告，像我这种没有耐心的人，这种操练对我来讲是根本不可能。那进入训练之后，借着教师们的开启，使我开始建立，我舞蹈的生活，舞蹈的时刻是我最享受的时刻，每天都迫不及待的，想进入一组新生的交通。那每当我在轻轻的向主唱，主耶稣，你的美丽夺了我的心，心向你完全敞开。这个时候，我的眼泪已经没有办法控制，对，主深深的摸着我，你吸引我，最终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对，如果我曾经追求世界的享乐，如今却沉醉在主的甜蜜交通里面。对，也因此，我愿意有份于教会的服事，福音的传扬。对。如保罗说，是因着看见基督的宝贝，已经亏损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了赢得基督。感谢壮年班，帮助我建立了定时祷告的生活，这享受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毕业后，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，持续的操练，与主有连结。与神同工，有份于他的行动，迎接主的再来。对啊，感谢主。我是来自主东真教会的邓慧华姊妹，第一次来到新加坡，是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在壮年班信德与配搭课程中所能的恩典。阿门。愿被变化彰显神。是。罗马书8:29说到，神所预知的人，他也预定他们活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阿们，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阿们，主他是原型，是，我们是他大量的产品。阿们，经过了主的制作，是，我们之中都要成为主繁体的彰显。阿们，说宣前我是一个松懒，凡事差不多就好的姊妹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是，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一个人完成工作，是，但是感谢主，借着壮年班的团体神人生活。阿们。看见弟兄姊妹，里面的基督，阿门。并且借着阵容坚强的教师们的属天传输，阿门。并且接受属天的分赐，阿门。实在是感谢主。是。这学期还有历史教会历史的课程，阿门。能够看见历世历代的圣徒是如何的为主摆上他们的一切，阿门。这种种都让我能够放下自己，是。不再单独，阿门。和谐的配搭，主耶稣啊，这学期还听到有许多姊妹告诉我说，我跟我的弟兄长得很像，听着觉得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夫妻越相爱越有甜美的配搭，就越相像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是这样，我们要一直跟随主走，并且要与主有甜美的配搭，才会越过越像主。属天的行程中，我们能够因为越爱主而更相主，阿们，愿意将自己继续的交在主制作的手中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看到你们真是喜乐，阿们。我是来自台北新教会的陈美丽君姊妹，阿们。1997年，当新加坡教会有个新的起头的时候，我和亚洲各国的圣徒来到这里，有份于那个荣耀的时刻。14年后，我又回来了。是在看见新加坡教会因着这份执事的说话，还有繁茂的复活。所以我要在这里见证，在执事的信息中，我所蒙的恩典，也就是要有基督身体的感觉。基督身体的感觉，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有的感觉。并且12:27说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我们受浸时都已经进入
看见宗教的老路没有办法达成神的心愿，没有走神所命定之路，就是生养教诫的路，才能实行神新约的经文。在壮年班中最宝贵的就是过了操练营的生活，晨兴辅导晚祷，以及周末回到当地配搭侍奉，传扬福音，拥有生命的生活。这种生活使我们有活力做新路。夫妻是最好的活力伴，每个周末我们回去就会配搭去传福音或者家聚会。在所接触的福音门朋友当中，有一家他们的小儿子因着二哥的病逝，使他彩色的人生变得暗淡无光，看了几年的精神科医生，接着我们把福音传给他，他有了奇妙的大变，他不再颓废，不再封闭自己，也不再想要休学，所以他父母几年来的心头重担终于可以放下，因此他们就像福音敞开，我们周周就到他们家里去家聚会，所以他们现在不再去庙里拜拜，也不在庙里担任会计的工作，他的妈妈常为着儿子常向主祷告，也劝他要向主祷告，他还承诺要与儿子一同受尽归入主名，相信主会得到他们这个完整的家，这样走新路使我越过越清楚，我前面的道路只有两条路，不是下乡开展，就是往海外开展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今天留在乡下开展，明天开始往海外开展。赞美主，荣耀归给主。刚才几位学员的见证，我们看见他们在壮年班规律的生活中，天天接受神圣三一的分赐，以及超越子基督的书供，使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的使用。接下来我们要再呈现两首诗歌，请翻开诗歌单章第三首，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，第四首，同旧恩学员欢然取水。